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食物粮联合会理事长方和生。这一次非常谢谢渔业署，在台湾受到这么大的疫情的感染下，很多的家庭需要非常大的帮助。渔业署推出了你来买鱼让人有鱼的活动，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支持。你买十片，渔业署就送我们食物粮一片，你可以照顾到全台湾所有的60几家食物粮，从基隆到屏东，所有的受助户都会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们一起来支持，你来买鱼，人人有鱼。